宋仲基近日拍摄黑子的新歌 MV， 由于机会难得，身为黑子的老板赛特地到现场关心拍摄状况，也在 IG 上传黑子的 MV 花絮短片。在影片中，赛认真的和黑子讨论拍摄作业，随后一看到宋仲基，便立刻夸赞他越来越帅，还不停地称赞他的小脸。宋仲基称是因为拍摄电视剧才变瘦的，但赛仍不放弃地站在他旁边，两人脸部的巨大差异引发现场爆笑。赛最后则开玩笑怒叹：“不是吧，这样像话吗？我也是艺人呐。”笑翻在场工作人员。看到影片的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为什么非要靠在一起呢？就算不靠在一起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引发众多网友爆笑。